我跟那个内地 PPS 那个翻译官讲一下啊，PPS 翻译官，PPS 翻译大傻逼啊，这个翻译那个超级战舰那个翻译的时候啊，他一开始不是去偷那个超商吗？然后他不是被那个一个射出来，然后粘到他身上吗？那个叫 taser。Taser 是什么？电击棒的意思。结果你啊，你这个翻译大傻逼啊！你把它翻译成什么？我被泰瑟打了。他讲一个，He tasered me. I got tasered. 是什么？我被电击了。就他妈你个大傻逼，翻译成我被 Taser，他把它翻译成泰瑟。我被一个叫泰瑟打，你看这很好笑吧？没关系，这个我们就当他不太懂哈、哦。可另外一边呢、啊，这个到了妈逼这几分钟的时候啊，那个舰长、啊、说了一个什么荷马的诗。哎，这个时候他英文很厉害了，他不仅啊把那个诗啊写出来，还写说出自荷马，他妈哪一卷哪一卷。哎，你知道人家出自荷马哪一卷哪一卷呢？荷马是个诗人啊，就你不知道他妈 Taser 是个电击棒的意思？你说有个人叫什么泰瑟，这不搞笑吗？对英语他妈口语你不懂，就人家讲一个什么诗的名字，你把人家出处都他妈都他妈翻译出来，对不对？哎，你们这对这个美国人不是很了解哈、哦？这内地人他妈翻译官，翻译小傻逼哈、哦。Taser, I got tasered，就是我被电击了，是吧？The taser really works，对不对？The taser really works，但电击是真的有用。他说什么？那泰瑟打得不轻，你看这是不是翻一个大傻逼吗？操你妈的！结果啊，人家妈写一个讲一个随口讲一个诗啊，他字幕啊，连他妈的毕业荷马诗哪一章，不哪一卷，不哪一节，你写这个把这个都写出来了。哎，讲个诗，他妈出自他妈的唐朝，什么这个李白什么客来何处去？你把全部都讲出来了，妈诗名都讲出来了，结果人家讲一个口语的 taser 电击棒的意思，他不知道了。他说一个叫 taser 的人呢、啊，这不是翻译大傻逼吗？操你妈的！看那个什么超级战舰那个哈，大家有兴趣去看一下。我们懂的人就懂嘛，taser 是电击棒的意思嘛，I got tasered，我被电击了，妈的，taser really works，这个电击真的有用，就他说什么，我被泰瑟打了，妈泰瑟打得不轻，我操你妈的，英文学校这样也是真是妈狗干的，操你娘的，妈等我回去妈弄死你是吧？